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呢个一 Q 博士嘅环节啦。咁啊，博士晒咁多场咧，有九场赛事咁多喎。咁啊，精选一场 Q 位置 Q 咧，等大家可以一胆三脚四脚或者互穿咧。都好啦，可以試下咧，有啲好分啲嘅派彩咧，都唔好錯過咯。咁未講之前啦，記住咧，未訂閱呢個頻道朋友，呢個位都會有粒四星龍珠咧，撳落去，記得開埋實心鐘仔咧，有新片即刻通知大家啦嚇。咁即刻帶大家睇下咧，今次精選場次會有咩咯？唔係首度再來嗰場啦，因為對手真係太多啦嚇。花好月形咧，始終都係咧比較容易啲可以做膽。就算你認為咧佢熱得就係唔適合做膽咧，互穿啊，你搏佢唔喺度咧，或者緊緊第三。三四都可以噶吓，咁啊配角方面咧，有上次英放而留嘅心想事成啦，希威森咧啊唔系冇推拆嘅，不过嗰场咧好多马啊天生比较快，运来勇士嗰啲咧，你唔够佢快排咗十一档冇计噶吓，咁今场咧反而调翻转就冇乜快马啦。咁排檔向內移少少咧，都叫做有啲機會嘅。咁另外勇眼光啦，上次咧對住鑽石寶寶啊、宇宙動力五福星咧，就追唔切噶啦，又係希威森。咁今次咧都係繼續希威森啦，同希斯啊雙希棚換啦。咁啊睇下咧，可唔可以叫做減夠分啊？呢啲馬咧跑翻隻位置啦。唔算太難嘅嚇，咁其實咧今次檔位都係好嘅。咁至於咧上次咧又係希威森喎，我真係好中意揀希威森騎過嗰啲馬嘅。點解啊？因為咧佢成日都會騎錯啊嘛。咁啊，另外咧呢個女布組合啦，啊布文加女健威嘅組合啦，咁可以見到咧法洛魯窩上次除咗搶口之外咧，兜到去外面衝咧，其實佢沿途就走三碟已經夠蝕噶啦。不過咧，竟然都仲有趨勢喎，咁即係證明咩啊？呢只馬咧都唔太差嘅啫。咁試集咧雖然冇咩睇，咁但係以今次個檔位夠靚咧，呢啲馬憑進步咧都係走到入嚟嘅。OK， 好啦，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一陣咧仲有勁飛一碌啊、馬迷世界嗰啲節目，仲有六環賽，千祈唔好行開。我哋一陣再見，拜拜。